这个 mie 肉。 寿司啊。 Thank you.
先把寿司吃完，然后再吃这个铜锣烧吧，饭后甜点。有点味道，这个它酒味没那么浓，然后反而是那个大米的味道会比较多一点，有一股那个淡淡的桂花香。这个味道好难吃啊，很苦的那个巧克力的苦味，然后这一颗一颗的不知道什么，硬硬的咬不断。剩下这两个就是你们也看到了，就是有点烂了，烂掉了，因为昨天买回来的烂透了。那这两个我就不拍进来了，我等一下试一下慢慢吃掉吧。